今天我们要讲一下李妈妈的故事。李妈妈是谁？她是那个时候领养李诗诗的那个开妓院的那个李妈妈。这个好在野史正史上面都没有记载。可是我再讲一次，我的频道只说实话 ，confused 吧？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东西？纯便你怎么称呼，你称他天也好，神也好，还是 power 也好，我自己的这个脊椎中柱的这个光点也好，不知道哪里来的。今天这个章节在讲什么？神呐、啊，你要时常迎接他进你的后院。Yeah. 是什么意思 ？I'm high as a motherfucker 。其实啊，当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说，记得那个你生命中最美好的那个情节。That's what I like this program about the episode. 呼吸啊，是从中心深处，从爱那个无怨无悔的那个点，回到那个点。不要说无怨无悔啦，就讲的悲观那一点。You do that so fast. Your speed with making music is just like the speed I'm making healing kung fu.The speed is we doing the speed is totally synchronized. 禅的最高境界，最高意境。人家说啊，你在那什么都不做，那周遭遍地开花，把沙子变成黄金了。所以人家说不要往我这边丢东西了，丢东西来的，不管是谁啊，就算是那个二级 felony 的罪犯啊，到我旁边，我都可以把它变成黄金。李妈妈这个人啊，很早的时候啊，死过老公。她的老公啊，是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整个村子啊，最好看的，我们那个年代讲 player 了。李妈妈那个时候帮这个人帮很多嘛，后来这个人啊，因为意外走了。天象话剧的人，天象话剧走了之后啊，李妈妈看到一个跟她一模一样的人，用印一模一样的人，这个盖章回复了他所有这生命中所有的事情。Once you use their signature, things will collapsing. 这个妓院呢、啊，是用人的这个人性的这个部分，把它带到一个最高点。什么叫最高点？天上化妓，融化每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啊。我们人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画天上画地的人取出来，我们会需要所谓的赏善罚恶令。我们需要赏善罚恶令其实呢是要一起工作的，因为阴阳任何一方都叫失调。赏善罚恶令啊！啊，丫头这个声音。那李妈妈为什么后来决定要开妓院？赏善罚恶令，因为那个时候啊。You treat the good with good. You treat the negative with good. 因为他对他这个死掉的这个老公啊，有太深太深太深的爱。You want me to repeat that? 太深太深太深的爱。You treat negative with good. 放不下，就好几次啊，想自己。With good, with faith. 后来奇怪，while you plant the seed with tear, you harvest. 妈妈把这份爱啊，转移到这个人身上。Joy. 那这个人也奇怪。他的回复啊，他的样子啊，他的一切啊，就像极了这个，他死去的这个丈夫，只是是用李妈妈的心。生前呢、啊，李妈妈跟这个相处阵发现，燕青是谁？老灵魂。哦，这种人啊，容易做。所以当你在一个老灵魂旁边，很奇怪哦。然后说你怎么去观察一个人是开悟了还是没开悟？就在说瞎话。They usually they are mafia or artists like rapper,
know, I am. I gotta say, very, very care of it. 这样子的人啊，容易在影视业啊突然间爆红，但是很奇怪，容易有官印。官印是什么意思？不会招官府啦。那画天象画技，我们的破王死城的破法是怎么破？是很努力，就是很真实的回应跟做工。好，用丫头的系统我来讲，要得他这样的状况，你会发现，一旦只要是向善。我的系统哈，因为我们，我先讲一下我的系统，我是受。我是受到你扣的这个开导跟指引，所以呢，我们的做法去画近期的官服的哈，我们会需要哈用琉璃石 glaze， 人家说经历了那一片四方形城墙中间的 glaze water 琉璃海去做这个天象画界的官服的问题诉讼的问题。对，你遇到真的人，你就发现那个能量奇怪奇特。有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哈，我们前面讲说无形无相，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是算是一个野史之外的，这个叫做传记小说纪录片，也算是我的生命的纪实片。这就是小说还是纪实？900年前的事，没有人知道的。它算什么？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我们今天来看看啊，李妈妈的这个过往。画技的人啊，因为喜欢带天象，这样的人啊，生命格局很奇特。为什么说他奇特？天生啊，长相就是大部分人记得的样子，所以他们容易招奇怪的官府来。那姐这种。官服啊，你会需要特殊的机缘。你们购买的是，其实是服务费。购买的啊，如果你自己能够把自己的频率调到这个状况，其实啊，你不需要我。如果不行的话。我自己看懂自己的影片了。If a person truly love you, that person remind you everybody. Now it's 9. You are.叫燕青。After a while, you feel well. 燕青。So the only way is only follow the light.
Thank you.